哎，不要用原相机啦，用美颜。我的皮肤很差，需要 filter， 不然很丑。为什么你的皮肤这样好的？我 try 过了很多护肤品啊，美容院也去了，还是一样哦。听说做微针毛孔变小，皮肤可以变好嘞。哎呀，不需要去医美诊所忍痛打针啦。那你试试看这一款轻医美的护肤套装，用一次就等于你去外面医美诊所做一次微针效果。那么你的脸哦，你不用怕被冻，只是像涂护肤品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完全不会痛的。这个渣渣霜植物复活金钻焕肤霜里面的主要成分海绵微晶，可以在三秒钟之内穿透皮肤的表皮层，五秒钟之后进入皮肤的真皮层，激活自体细胞，瞬间打开皮肤通道，深入的把皮肤底层的毒素排出来，从细胞层面去改善肤质，同时更有效的深入皮肤，激发新细胞再生，促进以及加快肌肤细胞的新陈代谢，皮肤生长速度是高达300到500万倍，达到毛孔收缩，皮肤紧致，自然美白，搭配同款的一系列的护肤品，效果更好，还可以避免用到不对的护肤成分，导致皮肤敏感的情况发生。而且如果你担心皮肤会不适合的话，现在还推出这个99块的体验套装，只限50套，是50套，马上 BM 下单还附送面膜。